今天咱们吃这个土豆粉，黏黏糊糊的。大家好，吃饭了啊！今天我们这个豆豉炒五花肉，放点豆干，真香啊！这豆豉，这两个菜，还有个自己家的那个青菜，大家看看，就这种啊，
好，你们吃饭了。我妈做的饭，弟弟的小青菜，家里的菜缸炖这个瘦肉，炖的五花肉，俩就是是那个东北买的五花肉，可能好多人那个腊肠嘛。出去啊，等一下来。哎呦，豆腐炒肉，稍微有点猛，这菜好香。喉咙痛不敢吃，这两天吃清淡点。这是肥肉，还有那个溃疡。Thank you.
哦，也有肥的哟，有个都是瘦的，那个肥了，嗯，这里还有个肥的，嗯，这肥的好小，一点点。刚我哥给了他好多红薯，还搞了个蛋糕给他吃，而且还喂三顿，嗯，冬天太能吃，九九比我还能吃。九九，你看你才十斤，我才100斤，100多斤。